那时候不是你要先学一个台词嘛，然后讲，然后讲，然后介绍。大雅，大雅，南楼，大雅，海风。第一次第一场戏是在一个酒吧里面，然后我那个角色，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会长怎样嘛，然后导演就说你等一下要跳舞，变成我这整档戏都在跳舞，所以刚才你问我说要不要再跳舞的时候，我就说待会要跳舞。跟他合作一开始我是跟他见面是在那个读本的时候，跟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他很高冷很高级，然后很难亲近，但是实际相处下来他就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人，他跟你说话一定会看着你的眼睛，然后他会笑得很灿烂，然后完全没有架子，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。板子速度越慢，这种戏份很容易影响到你后脚可以调整啊，你上来变这样，你就这样啊，吹着就比较轻。我就是刚学滑板，而且我学的不是刚刚那样子溜的方式，我是那个冲浪滑板的初学者，就我刚刚溜过这样。然后为了这个，我练了一个直棒的。这都你贴的？这我贴的啊，你不贴不觉得很无聊一个粉红色板板吗？伫个心内个求言一听，其根本意就要加入。大家好，我是徐一婷，很开心加入大家。高人拜托。像高本有根基一拜几笔，哎、欸，都流汗了，一边发抖。那场杰森，杰森没有地位啊，斥巨资请来的教练，他在讲话，闭好就好。星星，那星星呢？天上的星星，星星，西瓜跟西瓜，西。在那边澄清一下，现在穿布偶装的不是我，所以跟那些妹妹在那边乱来的不是我。吓烂了，超湿、欸，掌声好像不够大声哦。我想再讲一次，不就靠关系吗？我觉得演戏蛮有趣的，因为真的可以发现自己不同的面相，刚好被分配到的角色就跟原本的自己不太一样。因为我原本的个性就是比较随和，然后大方，但是在剧中的个性就是要演那种冷冷的、酷酷的个性，就跟我原本的正好完全相反。从对釜山通讯的先发名单里出名，